王富终于低头，给了郭秋华800万，但他仍然不死心，继续的纠缠王富，还直接找上王富的老婆。你老公不仁不义，我一定会杀你全家。老婆，这简讯都怪你，捅出这样的娄子，你滚，你以后不要回家。因为怕被郭秋华得知行踪，王富在外头租屋，之后他委托合伙人老林与秋华谈判。阿富说他愿意付你2000万，以后谁也不见谁了。2000万？他当我乞丐啊？你们搞错，他付给你的钱已经够你过一辈子了，你要是逼得他狗急跳墙，我告诉你，到时候报警你就报就报啊，我坐牢啊，还有人杀他全家。我劝你想清楚一点，做人不要太贪心，钱收下来就是你的了。郭秋华最后妥协，并签下了协议书。不过事件并未就此平息。大约一年后，哪位？我是秋华，想约你出来见个面。我才不理他呢。数日之后，深圳。